兄弟啊，咱们都聊了大半天了，以前咱们两个那档子事儿，你咋一句都不提呀？哥哥，你一进门，一句我错了，一句对不起，全有。还提那些，是吧？让人不开心的陈年往事干啥？没错，相逢一笑，泯恩仇嘛。说得好啊，全在酒里，全在酒里。少喝点儿。哎哎，老哥哥，哎，听说你混得不错呀？在香港都是餐饮集团董事长啊，还有好几家大酒楼。老弟呀，您这儿不也很不错吗？庄家菜馆名震京城啊，就连好多国家政要、大使馆官员什么的都来你们庄家菜馆来吃饭吗？哎，这个我还真不是吹啊，我们庄家祖传的宫廷菜，您到别的地儿啊还真吃不着。那是。哎呀，我已经很久没有吃过你做的菜了，说心里话，我这儿啊还真是有点想了。我也想吃你做的菜呀。当年你那几道拿手的菜，那也是京城一绝呀。很久都没有亲自下厨了，这手艺啊都已经荒废了。不能够啊，这手艺啊是在咱们骨子里的东西，什么时候都忘不了。哎，这么着，哥哥，你容我两天备料，就在我们庄家菜馆，到时候咱们把董先生还有那些老食客们全请来，咱们啊兄弟啊做一桌菜，让这些老朋友们开开眼，尝尝鲜儿。这主意好，当年国宴上师兄弟儿，如今共同掌勺，这也是段佳话呀。嗯，好，就这么定了啊！来，喝酒。哎，走着。这酸黄瓜是我做的。哦，这么点年纪就有这样的刀工，哎。可这萝卜花标的有模有样的，老嫂子，看来你们庄家菜是后继有人了。没辙，这孩子就好这个。他妈，他爷爷一做菜，他就围着他们身边转，赶都赶不开。金大姐，你们家小小呢？嗨，一帮年轻人组团去哈尔滨看冰灯去了。嘿，还是年轻人自在啊。老姐姐，你们家姑娘装劲儿吗？我们家那丫头啊跟着大卫那小子正国外旅游，四处拍风景呢。好好。师哥，你侄媳妇儿这道酒香葫芦是她获奖的拿手菜，给品鉴品鉴呗。品鉴品鉴。哎，酒香浓郁，色泽均匀，很见功力啊，不错，非常不错。谢谢伯父表扬。齐菜。哎，小心啊。师哥啊，哎，就看咱俩的了，你是主，我是客，我先来。
你压轴。那哪行啊，你是我大师哥，这大轴必须得你压呀。哎，是这样，你就别谦让了。我的那个葱烧海参，那是正宗的鲁菜，没什么稀奇的。你的这道百鸟朝凤，那可是国宴上的压轴菜啊，你不压轴谁能压轴啊。哎，越是大家知道的菜呀，就越难做。这个葱烧海参呢，是最见功力的。外边坐着那个董老啊，还有那几个美食家，可不能撒汤漏水啊。葱烧海参啊，那见的是真功夫。我那道百鸟朝凤啊，吃的人少，容易糊弄。哎呦，师弟，你这一辈子糊弄过谁呀？得了，您就别谦让了，咱们就这么定了。哎呀，我这儿啊，好几个火眼呢，要不这么着，啊，同坐同出，成。您给提提啊，董先生，我是多年没有掌勺了，手已经生疏，盛名之下，其实难副了。好，我先品尝一下您这个葱烧海参。这菜品盘饰豪华，外观整齐大方，颜色红润美观，这芡汁啊明亮饱满，这葱油颜色透亮，香味浓郁，入口沉稳，味道醇厚。这海参呐，柔软细嫩，爽滑利口，带有突出的葱油的香味和姜汁的香味儿，向辉啊，宝刀未老不减当年呐，高手。谢谢董先生夸奖了。您再尝尝我这个百鸟朝凤。好。董先生这两个字，我这儿就齐了。哎，来，大伙儿，咱们吃起来，喝起来，来。不对呀！哦，董先生，怎么不对了？您和这个您师哥向辉的这个两道菜是一起上的，那这桌宴压轴盖盖的菜是什么呀？您别急呀。哎，好了没有？打卤面来喽。哎呀，
大爷大妈好。各位啊，今天这个宴席呀、压轴的盖盖菜，就是我们家志斌做的一碗打卤面。上面，北京人吃打卤面讲究的是洗三、接三、做寿。大年初二还要上一碗香喷喷的打卤面，以打卤面盖盖，充满了仪式感，嗯，寓意深刻，讲究。哎呀，谢谢董老的鼓励，董老趁热吃吧，再不吃面就坨了。哎，来来来，一块吃一块吃。师哥，味道怎么样？绝了。为天哪，今天这顿酒席吃下来，我真是颇为感慨啊。那有什么话您就说。这顿酒席上，我吃了您和您师哥向辉做的葱烧海参、百鸟朝凤两道看家菜，还有您儿媳妇做的酒香葫芦。哎，还有您这孙子做的蓑衣黄瓜，最后是志斌的打卤面。哎，我这脑子里边啊，就出现了两个字儿。哪两个字啊？传承。哎呦，祖一辈，父一辈，子一辈，孙一辈，一代一代的人把咱们中华博大精深的厨艺传承下去，咱们这行当能不兴旺发达吗？啊！哎呀，董先生说的是真好。我想补充两句。哎，您说，您说，您说。嗯，不光我们这行啊，要是360行都能秉承德、义、心三个字，啊，脚踏实地、踏踏实实的、认真的为老百姓服务，那各行各业都可以兴旺发达呀。那我们的国家就会更加的繁荣昌盛。说得好。我们祖国辉煌的未来。